大家好，我是小孙，今天给大家来看一下我收藏的也门里亚尔的钞票。我有新版的和旧版的，新版的都全了，旧版还差几张。那么我们就先从新版来开始看。首先这张是100里亚尔，然后200里亚尔，然后500里亚尔，然后这是背面100里亚尔，200里亚尔，500里亚尔，然后这个是最大面值1000里亚尔，然后这是背面，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我几张收藏几张旧版的，首先这张是250里亚尔，这个面值也特别奇葩，然后这是旧版的1000里亚尔，比新版的要大，好背面。250里尔，1000里尔。好，今天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您收看，期待您关注，我们下次再见。